我们在穿这种衣物，颜色一般就是青色、红色、大黄，这三色是很重要。我今天做的就陈小青这个唐代的老千岁嘛，后来他当一个月的皇帝的，所以黄色的一定要配多一点。年词是真正见证奇迹的时刻，光是人物出征的战甲需要用到至少500块大小不等的瓷片。有经验的匠人不仅懂得如何修剪瓷片线条，调整人物结构，而且善于利用色彩搭配，呈现生动的形态表达。边贴还要边研究，有个时候看到一两个部分不对，还要拆起来再加工。